上次整欧腩，我今次咧炆酿肉，酿肉咧切成一嚿嚿之后，可以放啲料酒落去，飞飞水，飞水十分钟左右。呢、这个铁锅咧已经冇咗火啦，所以喺我橱窗入边咧就下咗架。我哋首先爆香我啲姜去，一家人喂埋一齐咧食酿肉咧系啱晒啦。就好似咁炒到佢微微有少少焦黄，冇晒水分咧，我哋就可以加啲盐落去。这个豉烹呢，它做法简单但非常入味好吃，之后我们给些豉油蚝油呢都要继续加些下去，放入一大斤的柠檬下去，柱后酱，之后三砖腐乳 OK 了，将那些酱呢炒香去，炒到咁上下呢，我们就可以放些白砂糖下去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加些红萝卜啦，还有马蹄下去兜香去 OK， 我们撞些滚水下去，加啲冰糖落去，放入呢个之前送俾大家嘅嗰、那个、香料包，吸盖煮佢45分钟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我哋就可以放埋嗰啲炸好咗嘅腐竹啦。呢种炸过嘅腐竹咧，只需要2分钟，佢就入晒味啦。咁样整嘅酿肉咧，酱香味十足，快啲试一下。